拜，包唔对。伊一世界，因台北地府嘛，拢来拜拜拜。是。现在咱看到咱淡水。淡水河中宫。河中宫。啊，来河中宫拜到咱的祖父千岁，咱的祖王。哦，伫呢，伫伫都看会到，哦，是咱的祖父千岁。啊，咱祖父千岁嘛是咱哦五父千岁内底啊其中一尊的千岁爷。啊，咱李治五祖官，啊，咱的四王爷就是咱咧讲的祖王爷。是，来谢谢咱的高顶吼。真侪人咯，伫咱昨天的夜巡个加日访吼，拢看到咱无同款的咱的馆哦，高顶嘛拢无同款。咱高顶拢无同款。对。因这就是咱看的台北的开路口，是他们北市的。对啊。啊，他们到一个地方的话。拜庙都一个声音而已啊！哦，这个声音不一样的方式，跟我们北港的不一样。嗯，是这种传统的庙会啊，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元素以及传统元素。前面这边看到这个桥，这就是咱的传统的元素。传统的对，咱传统咱连桥拢是两个人，啊用钉啊，钉啊落去做伊的桥的一个钢桥的器具哦。有的是用钉啊，嗯，有的是用钉。饼哦，你即摆看到这是饼，饼，主要是看到恁叫大部分占八成拢是坐太祖爷，就是咧咱的神风官。但是咱昨嘛看到咱的祖师李总，伊嘛是坐恁叫。其实较早咱的胡乱，你办事有诶拢用恁叫咧办事，不论是用手叫啊。连桥啊，啊！你想有诶是用大架，咱咧讲诶下港诶台南，都用着咱诶大架。嗯，大架就是咱诶，像咱诶西螺灯上面就是咱诶大架，四个人，啊，八个人扛着，诶，就算大架。我突然发现有亮点呢，那太祖爷没有插扇子，有，你嘛惊中暑，哈哈哈哈哈，你嘛惊中暑。再次感谢，来河中宫咱的中大元帅，再次感谢。好，来看到的是淡水光明狮，伊这北部上出名两种，一种是狮子，一种是龙子。伊个龙鼎甲狮鼎是咱迄种龙鼎甲狮鼎，就是咱用哦，咱在讲的竞技师跟我们的那个两广师，是，这些都是咱蛤蟆狮，是，哎，你看的就是咱蛤蟆狮。蛤蟆狮上著名的一个表演的名称是啥物事？叫做斗宅开花。斗宅开花，就是一片。一片啊，对，一柱擎天。哎呀，对。这个租起来，人拍伫面顶，哦，一放就倒台开花。第一单地来先好嘞，用功哦。所以咱讲哦，咱其实咱有真侪咱的台湾师吼，甲咱中国的咱的武功啦、武术吼，是结合在一起是啊。那较早师馆哦，古早时阵是咱的武术馆，武术馆搁一个名称叫国术馆。是啊。那较早吼，咱伫咧打顺章。拢无咧找啥物骨科医生啊，拢爱来找骨术馆，拢找骨术馆敲骨，对，敲骨推敲房，是无？大一点，那个啥？咱高皮膏药是不是？较早吼，咱上从出出名，都是咱做用在用在，哎，西雷，西雷，七房，哦，西，是，用伊个铁打损伤药加班的啊，是。然后另外骨术馆拢有一根关刀，对，这就是伊的象征，是，伊的精神象征。其实咱台湾吼，上古早你拄好毛讲着，是咱守望相助的意思。是啊。咱一个角头，一个角头，拢有家己一个国术馆，毛一个武术馆。嗯。啊，伊若学学武术的人，就要学人师。嗯。啊，有诶，像咱在北部遮，就是学人龙。哦。伊咧讲人龙啊。人龙跟人龙，因为各地方的讲口音不一样，对不对？口音不一样。我那天想说，人家跟我讲说。零零来啊，零零来啊！我想说，我有零零，是哪新的镇头是不是？新的镇头。
因为是龙镇啊，哇，朗陵，朗陵啦，朗陵啊，都可以啦，啊、对啊。而且其实啊，现在闽南语的文化哈也非常多变化式哦。有迄个咱的外省腔啦，正台湾腔，够台湾国语腔。是，我来讲，这种重要是啥样子？咱台湾分着咱的漳州人跟泉州人。是啊，漳州人讲的呢，就是一般咱山顶在讲的腔话。山顶在讲腔话。还靠讲的就是台湾国语啦。台湾国语，安尼你敢听得清楚？对。安尼你敢听得清楚？好，咱看到咱淡水河敬堂，咱的金龙团。其实我感觉吼，咱台湾文化吼，真的是就像台湾的嘉年华会一样哦，就像台湾的嘉年华会一样。对，你看有我们的那个花艺的艺术哦的鲜花车吼，其实要用咱一台车哦，爱进步哦，要雕件要去装置一个鲜花车吼，也是要很久的时间哦。我刚好有朋友在做鲜花车，是，他跟我讲，一朵菊花要让它变颜色，最起码要2天的时间。要两。所以它的前置作业也很多。那再回溯到菊花长成，要再让它开个花期，最少要1个月。要1个月。对。哦啊，这个再把它变成一台花车，最少要半天的时间。是啊。那你现在今天看到几台花车？哦、你们自己算一下，它要动用从1个月之前开始种起。其实不要，其实人员要多了，因为那个灰哦最。鉴赏期，咱讲鉴赏期，讲伊花卖冷气的时阵，逐逐卖晒日，咱来三工。是，但是你若晒着日，像即摆炎热的天气，差不多2天就冷了。是啊。第一天闹天，第二天你看你的花颜色不一样，就像女人一样啊。哎，这样你头发修直，暗时嘛冷气，多补水哦。所以啊，现场好朋友，大家这么热的天气哦，大家多补水。而且呢，你有发现吗？那纪寮龙非常历史悠久了哦。哎，我发现这尾龙比我们昨天看到那个无尾针还要多呢。对，而且你看伊内底有啊，每一只都是用竹竿落去编的哦，对，拢是用竹竿落去编的哦。真传统诶。对，非常传统。这批龙反正比我较侪岁，因为我才18岁，人是安尼讲话嘛，18岁。我突然间感觉日头足炎的，使我头晕晕。中暑。中暑。我觉得这尾龙在我看来最少有40-50年的历史。是啊，最少。因为你今晚被看到这里穿，因为今晚龙都比较花俏一点点哦。但是其实吼，咱在咱较早在传统龙的一个应该是讲制作的过程哦，伊的配件。其实呢，都有相当的一些我们的一个历史文化哈。你看勾践编竹好了，你看这边被编竹哈，你在整个的街上你要找，真的是很难找得到。用用是讲伊的天赋，是。所以你看到咱一个镜头内底，会看到咱查某人的手艺，查某人绝对不是查甫人的手艺了。查某人的手艺就是咱天赋，是手部的部分。你看这龙的部分，要甲针啊长，然后要甲裁。啊，去田的良地，是啊，然后被它拔地顶到面顶，这真正工数就大。是啊，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的阵头啊，都要回溯到我们的农业社会的时候。没有错。较早的时阵哦，咱无电视，无像即摆方便，大家拢有 YouTube， 拢有手机啊，过来就啥看。较早农业社会的时阵，为什么拢会顶头管要拼管？要拼看谁较老的。有即摆的人无敢管。基本上讲出的是素质，是以前呢，农业社会是人就只要来看老的是出不得其他看，对啊，基本上大家拢在看直播，像咱很流氓，像着咱专业，咱板桥小康，把咱的 live 正在直播当中，这个影片，这就是为了啥？为了吼大家无法来很流氓，买咱看到这个老人，对，这就是咱社会的发达，是、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到以前的话。要感谢农业社会那些先贤先辈留下这些传统的东西，给我们这边后辈可以去传承。啊，我看到你样子，是不是乱聊？啊，是啊。你看，像有很多哈，喜欢长毛贡啊，舞龙舞狮，但是这摆人拢舞猪舞狗，无敌无告。新的人，新的顶头。其实不是说哦，我们传统的东西，那个。古的无变，新的嘛无变啦。是啊。对啊对啊。
所以呢，大家保留传统哦。那再加上呢，现在我们有很多传统艺阵他们的创新的一个表演哦。哦，像很多啦，你看他我那东东西比我会在快的顶头，我们跟你看现在在国际舞台上面也都看得到哦。对对，很多的阵头我们都有出国，好、像我们去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甚至到我们到欧美国家，对，有很多的阵头也到那边去发扬光大。因为这是外国人无的什么物件。对哦，这是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在地的文化哈、也是呢应该是说哈、外国人模仿不来的，因为呢，就是咱正港的咱的，比如讲咱这庙会囡啊，咱在咱台湾家，有当下讲无论说，有的拢是为厝内的长辈开始传承下来哦。除了呢，在台湾来讲，它在全球哦，已经是一个瞩目的一个庙会了哦。对，但是呢，现在你看咱党最大拜拜嘛是赶快哦，你看这样动用了多少的人力哦？是，对啊，还有呢，我们呢，虽然是一个扰民啦，咱讲这个，因为有人讲安尼不方便，但是咱还想得回来。对啊，喂，你即摆是讲的冷气哦？对，冷气台语叫冷气吗？冷气，冷气嘛，冷气。跟冷凉的意思，冷凉的意思是赶快吗？冷跟冷跟冷跟咱无同，跟咱冷都无同。啊，现在咱看到是咱啊李红辉吼，咱台北三重埔李红辉。哦，这你看到就是创新的一个地震。是啊，就是像是我们的国乐哈。最重要的是穿旗袍。每个人看的亮点。哦，太好了。重点是他们四个看起来都跟我同年纪，18岁。18岁啊。对。这是我们看到的是国乐的表现。我们有那个吹纳、吹箫，还有那个唢呐。的唢呐哈。这种唢呐更到谁呢？都勾吹的。国乐唢呐。是啊。那传统的唢呐都不敢啊。那传统的唢呐就是你讲的开锣鼓、烟声，你这学的是国乐唢呐。重点是小姐姐吹的。啊，小姐姐吹的。所以这小姐姐很会吹。是这样子聊天吗？对啊，就是我们传统戏曲哦，在很多像比如说《丹娜珠公》里面有回的，这首我知道了，竹笙啦哦，这条叫做西马，竹笙的时阵，这首叫西马，对。近年来哦，非常夯的，最夯的，这个就是呢，传统，看这传统几项，受人的指点啦，哦，有。咱这边有民族回腔，咱来讲的唱歌，这摆个有新的，咱看到就是咱唱唱歌。其实现在最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单手，是啊。然后摄影师最爱拍的，手机组的摄影组也最爱拍的。知道吗？我们不过是同道的小弟，与朋友各奔东西后。他如果家里爸爸经费够的话，叫他买一台，上面记得装箱子才能上去哦。哈，阿伯爸爸的帮金的下去哦。三五节，处理拢爱拜公嘛？对啊。没有囡仔，没有手机，
吃不下饭，吃不下饭，对啊。他们整天就只会 baby shark。所以呢，我们当然就说，其实呢，庙会就是很多正统的表演广场哦。他们的像很多，比如说艺人他的表演，可能是在电视台，可能是在剧场，或者是在体育馆。那呢，我们的传统艺阵呢，就是必须要这种传统的表演文化，大家会看得到他们的演出。那为什么说是行动剧场？因为走到哪里，表演到哪里。对。他们在车上真的很热，是啊，我可以确定这件事情。然后在车上还要这样子跳，真的很辛苦了，真的是。掌声鼓励。好，谢谢，谢谢我们刚刚讲到的餐礼啊，谢谢。笑话一支钢管就笑的吧。所以你们看，伊无一直换的吗？还要换手？我刚刚就热了。好的，那就我们供应剩价。他有收五柜、哦、所以呢，那一波那款的穷苦的时阵，真侪拢是比如说我们新庙啊，来开庙门哦，因为什么？它可以避驱邪挡煞哦。
松葵呢，在一般的心中，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的威灵哦。那在游览火车呢，像比如说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在很多新庙哦，比如 Key Hall 去住的某个时阵，都会呢请松葵去开庙门哦。其实呢，松葵给人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挡煞辟邪。那大家比较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钟馗嫁妹哦，钟馗嫁妹，钟馗嫁妹的这个由来呢，也非常非常特别哦。钟馗他有一个妹子，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呢，他呢，脸上呢长得比较跟一般不一样，所以呢，他虽然已经中科举了，但是呢，当他上朝的时候，被皇帝吓到了，所以皇帝呢，就把他怎么样，就把他处理了哦，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把他处理了。所以呢，他到后来呢，他妹妹并不知道说他哥哥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在他的一起去求学的这一群的同学当中，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一群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呢是他非常信任的，他希望呢把妹妹嫁给这个同学，所以呢，他呢就有现身去跟他妹妹来相会，告诉他说，要跟他这个同学呢一起怎么样，一起过的好日子哦，所以呢，当他妹妹在出嫁的那一天才知道说，原来他哥哥已经不在了哦。这个时候属于一个兄妹上面的一个情感哦。那他的那个，所以很多为什么后来他会受封呢？就是很多的我们的民间，就比如说包含皇宫里面哦，发现了什么皇后的东西不见了。发现了很多呢很难用呢科学的事情去处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后来钟馗呢他就去收服了这些我们所谓的很多看不到的，所以呢他才会有我们钟馗来收五鬼哦。
来，现场好朋友，我们跟我们钟馗五鬼来个掌声。这个哦，真的是平常哦，你们有时候要花钱买门票也看不到的表演哦。来，恭迎我们祝福千岁莅临淡水平安师庆赞红毯，由我们淡水平安师的执事代表手执金香哦，恭迎在这边呢也祈求我们祝福千岁呢能够护佑淡水平安师呢所有的如下众弟子，以及我们现场来自我们全省各地所有爱好庙会文化的信徒，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哦。祝福千岁，也谢谢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哦。但有人呢对教班会哈、也蛮好奇的哈、教班会就是光教的，刚刚早无？咱嫁娶迄光开始有光教是同款。所以呢，他就办了一场那个古礼婚礼，伊就叫九班呢，吼、叫九班呢去跟伊的新娘叫，哇，那个新娘子哦，真的是晃到不行，那那个九班哦，因每一个都有他那个九班会啦。都有他们集训的时间，尤其是要出兵之前吼，那我就来插播跟大家一起来来淡水学艺真功，给大家打
金的用的。那所看到的神将团哦，各有特色哦。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神将团呢，它的服装上面呢都是以什么？以那个金丝那个刺绣的部分比较居多哦。那有一些都是缎布的下去做装置的哦。恭迎我们的游民官将所，其实呢，观众秀哦，城门派系不同，有很多的派系哈、哦。现在是我们的游民官将所。我们的虎头将军哈，还有我们的引路的将军哈，这呢是一般在我们一般看到的官将手只有真神两将军哦，但是呢，我们这游民官将手呢，大家看到的不同的应该是说呈现的模式哦，在于派系的不同，所呈现走的味道也不太一样哦。蓝霸王哦，在传统庙会，他哦是从那一般以公司来讲，是以基础员工做起，你知道吗？对不？哦，那就像那个传统的公司一样，你们有一批臭怕子，对不对？跳八哦，十四岁的跳八加九，那时候你想要唔听话，你知道吗？你想要吗？二姐那时候年纪十八岁。十八岁，五十四岁，这样可以接受吧？可以，可以接受。十八岁就主持了。啊，咱今麦看到吼，是咱的甘柳将军，甘柳将军。啊，你看颁杯啦，啊，过来就是我来咱欢声。一般是咱百家将才看得到的。是啊。但是咱休眠观众秀就是要加入这个元素啊，所以他们的跳法跟我们的家乡就不一样了。是。你嘛是会跳沙坡站对吧？嗯。咱观众秀跟百家将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八家将跳是像咱的音波，音部，哦，会动作比较慢。好，咱即摆看到咱观众秀跳就是咱沙步站。是啊。咱所有咱电头人员哦，感谢恁日行日拢入到咱最平安西。咱啊咧参礼的一个礼数吼，大家较感性一撮，因为吼大热天，而且咱后壁电头阁真济，好，咱只麻烦咱所有。有功有庙有顶，
啊，咱的镜头人员吼，拜托一下吼，咱啊，你表演的动作，啊，咱尽量来个加加快速度的哦。大家随意就好哦，随意就好，对。因为呢，后面的队伍还非常的多哈、哦、啊，但是呢，现场好朋友，大家呢，欢迎大家来扫那个 QR code 哈、哦，我们现场直播的 QR code， 大家就可以在手机上面啊、比较近距，有时候比较远呢、哦，没有办法那么近看的话，大家欢迎大家来扫 QR code 哦。啊，这个动作，身为一个家将人员，知道他在干嘛？哎，这你就不太知道了。是，这史兰空的鬼戏门。鬼戏门呀？对，鬼戏门。咱的范将军即摆就是伫拜过的所在，嗯，这过这就是较早传统咱谢范将军的故事。是，这拜过做桥牛，有啊，咱谢将军伫咧桥卡咧找咱的范将军的故事，是为只演变而成的。但是你看阿关将军嘛是安尼跳，嗯，表示说这是一个元素啦，是啊，把我们八将军的元素掺杂在我们的关将手里面。那一般的呢，比较传统的就是关将秀，就是关将秀，八嘎囧就是八嘎囧。对。但是我们幽冥关将手跟一般比较不一样，就是他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哦。是。那我们还有最著名的是八将，这八将也不只只有真神将军，是八将，他说藏含在的意思是枷锁、枷锁，是一枷一锁。只是说他的脸谱还是以真实将军的脸谱下去做表现。那很多呢，我们像好朋友说，哎，那他们手持那个嘎色是要做什么？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现代的刑警，我们现在警察一样哦，做完要犯人的时候要拿什么？拿手铐的意思。是。他的枷锁也就是呢，在捉拿这些哦，就是说比较凶神恶煞的哦，就用枷锁来把他制服哦。啊，这咱看到就是咱的新增强的兵谱。是。最重要的是中间那三位。是。啊，那一般咱观众秀的兵谱吼，跟咱家属的兵谱嘛是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不一样。但是我发现我们幽冥观将所的脸谱哦，就是跟那个走位部分，八嘎囧的走位一样，是一种阴柔派的。是，它比较刚硬。对，它比较刚硬的那种模式。这是掌声鼓励，好，那个幽冥观将秀，那就感谢。好，来欢迎咱所有的镜头，好，咱来做参礼，谢谢。啊，大家加强咱家己的速度，是，欢迎咱后边镜头非常非常多吼。啊，咱镜头嘛真多。好，咱感谢大家今日来咱淡水避难所，啊，咱淡薄做手头前来咱做表演，啊，因为咱时间上的关系，咱后边参礼动作，啊，咱来做一个干净啊参礼就好，感谢。咱保护千岁，那应该来讲是咱讲大西，啊大西这个所在，啊来拜咱张李莫千岁，是，有，那是，因为讲的三千岁啊，嗯，以这些所在因的千岁来分别，都是以顺序下去做，没有错，号称是啊，那等于讲咱的三千岁，我咧讲保护三千岁，是，你是拜第三的，但是讲张李莫这种派别的话，是，就是讲就咱莫府千岁是。然后包含在比如说我们的沿海地区哈，比如咱的上屋村那些村啊，其实呢，咱大家其实像比如说五湖泉水、三湖泉水，然后有真多拢是无同款的一款历史故事哦。你像咱东江市的阎王爷，伊的泉水就是伊新起来伊是大王，是，后来就是二王、三王、四王、五王、大王，嗯，很多的派别的，是，不一定是我们的张李莫，嗯，对，也有可能是咱十二。十年五年王爷，十年千岁，是啊，对。哦，他在那边和中江摆是咱祖父三位王爷啦。那其实呢，我们一起来说在哦。讲，咱不管是十家长啊。咱咧拱字头的哦，吼，拱字头上著名的是咱的城隍庙。
来欢迎到咱的副会长，以及咱周围哦代表，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哦，感谢我们节副会长，谢谢。哇，咱的辛苦呀，是咱的小朋友呢。哦，你看那个小朋友，那个哭死有无哦？嗯。现在亲爱的小朋友，其实这个就是传承，你知道吗？是。对，然后一代传一代哦，然后而且这个这应该是像小朋友的。应该是说课外教学，你知道吗？这个是在课本当中学不到的。在我认知当中，这是传承。是啊，这是爸爸一直嘛是家长囡仔。嗯。然后今麦要做这个仪式叫做请金。是。我在猜啊，一个应该是。三年级，一个是四年级，我觉得两个是兄弟哦，所以哥哥大天姑呀，弟弟天姑，弟弟，一个三年级，一个四年级，感觉差不多了。所以咱看到是咱的文武车呀。字头的家将，其实我们的家将有分派别，是啊，渊源也是从我们的台南北龙安家才去打将官，但是那种分有咱的派别，上上分上清楚是咱的家己，嗯，然后有分的那个吉字辈、正字辈、广字辈、贡字辈，好，咱所有在家中，就是你喜欢叫孔字辈看到，咱家己就是咱喜欢的，就著名。是一个小朋友的，他的 AI 牙，来 AI 牙，八爷，现在小朋友，他的神韵不输给我们的那那成年人的，表情很重要。这是咱的春啊，秋冬啊，咱的四季大神。而且你看分辨得出来，春夏秋冬怎么分辨？看他们手上的器具吧。正确，正确。
所以呢，现场好朋友，如果说哎，你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尊的话，可以看他手上的器具哦。那其实我们一般呢，就所谓看到的八家将就，十家将就是家的春夏秋冬哦。但是呢，就像刚刚呢，霸王跟大家介绍的，因为呢，我们家将有分很多的门脉派系哦，所以呢，在于装扮上面，还有呢，在步伐部分呢，其实也都不太一样哦。那再来呢，供奉的主神也不太一样。那另外呢，我们有很多呢，我们的像比如说装扮部分，其实每个人看到家将最喜欢看的他是什么？他的以除了他的白斑的走位之外，各位讲也脸谱哦。那脸谱呢，除了我们常常跟大家讲的，就是像比如说八家将来讲，他的眼睛、鼻子、嘴巴的画法是固定的。那其他呢，就要看那个面师哦。闽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彩绘艺术哦。像比如说我们中部啊，像比如说法字辈的哦，我们非常很有名的就是什么脸中脸哦，对，那个脸中脸，然后呢，就巨灵神，是，就是那种整个的那种雕绘的那种艺术上哦，这个其实呢，这就是台湾的一种传统的艺术彩绘哦。就好像说那个美术老师一样哦，每一个美术老师呢，他呢，他的风格不一样。那闽书嘛是同款哦，闽书其实足辛苦的哦。啊，要出庭的时候嘛是同款半暝啊吼，甲咱在众团的哦，就大家拢爱集合一起哦，佮开始做开面哦。再次感谢咱的共济堂，咱的是我们的十家将，再次感谢。是。好，咱的救护车要经过，拜托一下，咱大家先让一下，好，咱的救护车先通过，拜托。请到咱顶头三个咱的一挂信众工作人员吼，咱大家引导者，予伊处理咱红龙柱啊边面，感谢大家，谢谢。啊，这阵新桥拄啊，咱的工作人员甲咱讲，是咱交河十一年，甲即卖即阵的古董吼，咱即摆看到即阵咱的新桥是交河十一年，甲今日吼，安尼嘛已经要几百年的历史啊吼。昭和是哪几？我知道民国现在是112年，嗯，昭和是在民国前，是的，所以是100多年的历史了。没错，而且呢，你看伊的桥顶之类，有无？对，哦，我有看到，刚是八仙的感觉，刚刚。这拢是手工彩绘的。是啊，是手工彩绘，这些物件拢看的就是咱传统安尼一寡工艺技术。好，来来，这红树是咱的祖父三位红爷，再次感谢来恭迎咱新家。有很多吼，咱伫咱九班吼，一个服务足久的吼，都有一种特色，对不对？对，有一种特色。那个特色，就是、那个金甲头，金甲头，几条？几条？其实呢，这嘛是因的历史经验。我看蛮久，我感觉蛮几条。你真是赘肉吧？啊，就是。对。再次感谢咱何长江，好，咱所有技术人员，咱九班人员，大家辛苦。今天一般咱啊吼，就班会拢有几啊班呐。如果说舞蹈表演，你们两个福利比较好哦，还有撑伞呢。
迄个司机常看带钢筋的款，带伫河仓。我计是司机常看我控钢筋的。钢筋我计唔好，恁计是恁两个是钢筋名称哇。来，我们来讲个笑话。一用车用推了。掌声鼓励，感谢。哎，谢谢谢谢我们的钢管小八。来，我们后面的阵容还非常的多哦，所以呢，待会呢，我们请我们所有来参与的好朋友，大家随意就可以了哦。你好，搞了一首，搞了一首嘞。打来喽，请恭喜你几周哦，而且久违好几年了。掌声给我们两位美丽的舞者，感谢。